哈哈，今天陪着小儿子来找斯乐冰了，结果没想到在林森国小旁边就有一间中立唯一的斯乐冰 7-11， 进去找斯乐冰，找回童年记忆。斯乐冰，两种口味，不的，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子啊。刚买的时候抖一抖，盖子盖紧，再把它装满。汤匙不一样，那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前面有一个类似汤匙的那个可以挖着吃，现在没有那种汤匙了，只有这种大吸管，那感觉好像没有以前好喝耶。以前感觉喝起来还会有一点有汽水的感觉，现在喝起来比较没有那种汽水的感觉。不过啊，回忆儿时情趣还是很好玩的，小时候超爱喝，好不容易存到一点钱就跑来喝斯乐冰，那个时候装完要抖一抖，把它降下去，然后盖子盖上去再装满，还可以偷吸两口，然后再继续装满拿回来喝。看了好久的新闻，消失了好久的东西，今天终于找到了，有机会可以上网查一查家里附近哪里有，喝喝看，真的不错。今天都有新鲜事，咱们下回见，拜拜。